我们现在去三灶逛夜市。啊，好黑呀、哦！小区里面灯都不亮了。小杨准备买什么？小杨，这东西给女朋友。那我们开两辆车去吧，去了九个人。出发，跟上前面那辆车。我们要去三灶，去三灶镇。这边还是挺繁华的。市中心的。这是一个镇，不是市中心。去珠海得两个小时吧，去珠海是要两个小时。嗯，我们现在到三灶了，现在开始逛街啦，放心的买买买。给我妈买件衣服。啊，东西东西，这条街好美啊，浓浓的节日气氛。今天还是大年初五，很多店铺还是没有开门的。看衣服，我这个花裤子只要19块吗？哎，这里衣服不贵啊。大家好像发现新大陆了，这里的衣服不贵。表弟看上了这件格子衣。这么多人一起逛街，好久好久没有这么多人一起逛街了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商场，外面很多店都没开门，所以我们进商场来逛一逛。还有一层，楼上卖衣服的，我们打算再上楼看一下。哇，这上面好多衣服啊。这里好多衣服啊，看得眼花缭乱的。大家都没有看到合适的，所以我们换一个地方转一下。转场了，这条街变化好大呀！我记得我们上次来的时候，这边还很破烂，现在已经修建得富丽堂皇了，特别热闹。三灶变化太大了。街上好多店铺都没有开张，都回家过年了。这里是一条夜宵街，这边是各种小吃，麻辣烫。给我一个。这会不会打过蜡呀？这么亮。来，我们总结一下，每个人吃了一个橘子。然后大舅妈买了件衣服。其他的人空手而归。我们今天出来本来想买一些纪念品回家的，但是现在是过年，很多店铺都没有开张，大家都回家过年了，所以我们什么也没有买到。现在回家休息了，咱们下期见。